我事业爱情刚刚有起色，患者非常希望肺癌二期，首先能把打回去。他属于我的天使。我要给自己起个艺名叫迪克熊仔。我们这部剧《向阳而生》，虽然是抗癌的故事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医疗的部分还是放到幕后了，它是作为一个背景，重点呢还是写的人。主人公林医生治好了很多很多的病人，但是他唯独的没有治好他最喜欢的女人邢顿。知道，你已经非常努力的想要治好我，可是我的主人公也遗传了我的基因，还是打不死的小强。邢顿是一个积极向上、乐观的一个女孩子，她积极的与病魔做抗争。是我的肿瘤诊断书。还要把乐观的、快乐的这种东西去感染给大家。杨杨哥说。